这一次 NanoPro 让我重回了拍片的乐趣。蔡司的 NanoPro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小巧轻便，火力强大。当我拿到这一套镜头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，就是我想要用非常少的人力，然后去完成这一支影片。我们一整天跑了7个场景，我们的人力非常少，所以转场非常的快，然后演员也很快的可以在镜头上面很自然的去演出，所以整体的效果我是，出乎我意料的满意。我本人是从事婚礼记录的工作者，很多时候拍摄影片没有办法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协助拍摄，必须独立的完成影片。我们拍摄的节奏是非常的快速，而且很多画面不能重复拍摄。当我使用了 NanoPro， 心中是非常的兴奋，我可以用原有的稳定器，而且一个人就可以很轻松的操作这颗镜头，加上电子接点的辅助，在拍摄的过程，我不用一直低头去看我现在的光圈数值是多少，所有的参数都会显示在机身上面，增加了蛮多我拍片的速度。然后其中让我最为惊艳的应该就是它梯子的表现，就是在低光源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人物的边缘还是非常的锐利，然后你就算用广角的镜头去拍摄，人物的立体度也是非常的够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NanoPro 实际拍摄出来的画面。Without pardon, so innocent, like the first time, like the first lies. Let there be light. Let there.耶、yeah, ！拍完了，我实在太喜欢这一套镜头了。那以往的电影镜头都特别大颗，所以总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去伺候它。所以我们那一天呢，只有两台机器，一台机器是上稳定器，有追焦组的；那一台机器呢，是只有上图传，是没有追焦组的，完全是用手动追焦或者是用脚步追焦的方式去完成这一支影片。画质跟颜色表现呢，当然一贯的非常有蔡司的风格。
那你说呢？他还有什么可以在改进的地方呢？那我觉得，如果他可以给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价钱的话，我觉得他就是一颗非常完美的镜头。那这一次非常感谢蔡司跟正成集团的邀请，让我可以抢先测试了这一组镜头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